老铁大家好，当我们想要在这个木桩上或者是柱体上固定绳子时啊，是一个最简单使用的绳结，木铜结的加固版本。哎，来看一下它的做法啊。双折结绕这个木桩啊一周，哎，将其中的一根绳头穿入其中，收紧之后啊，我们将这个绳子啊绕绳头再次环一周，双折叠从这里穿过啊，收紧主绳，这样就完成了啊，非常古老而经典的加强版本的木铜结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接点啊，接点牢固，收力实时，不缓结。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如果你想在解绳时，你只需稍稍一拽这个绳头，瞬间开绳，非常实用啊。再看一下呢，单套绳结之王布林结啊，反方向做个圆，绳头啊从这个圆的底侧穿过，稍稍收紧，再绕主绳底一周，哎，从这里穿回。看一下啊，一个宁折不开的绳结之王布林结，这样就完成了。